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芒果水晶不再膏的做法，它晶莹剔透， Q 弹爽滑，吃起来非常的清甜爽口，而且做法也很简单。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的做法吧。碗中倒入100克的马蹄粉，加入200克的清水，搅拌至光滑无颗粒。把它过筛一下，锅中倒入60克的冰糖，加入300克的清水，大火煮沸。冰糖煮至融化后，关火，搅拌一下粉浆，舀入一大勺，迅速把它搅拌均匀。搅拌至粘稠透明的状态，把它倒入剩下的粉浆中，迅速把它搅拌均匀。准备模具，舀入少许的芒果肉，倒入粉浆，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。锅中水烧开，放入锅中，大火蒸20分钟。等冷却后就可以食用了。你也可以放冰箱冷藏一下，口感更佳，非常的晶莹剔透，清甜又爽口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